们想要了解，就是说想要在家里做一些训练这样。就越练越大，并没有比较紧实。在家就想睡觉啊。弹力绳，像这个啊，你就可以做一些三角的训练，让你们两个互动，做一些训练这样就好。肩搭着肩，那你也搭我肩，然后慢慢往下，然后慢慢往下，你会感觉腿后侧也会被伸展到这样。好，呼吸记得调好哦。一个人就是做一点这种屁股往上翘的，然后身体就拱起来，从下面爬过去。往下面爬过去。对。你的手腕一样在肩膀下方，然后你的脚是打开的，快速的 ，OK， 快速的，小心哦。好，二、五、三，呼吸要调好哦，不要憋气哦。OK， 所以还好吧。肩搭着肩，我们等一下先内侧的脚先往前跨，脚趾是朝前的，膝盖是朝前的。膝盖微弯，脚跟离地 ，OK， 身体是挺直的哦。脚尽量可以的话就是九十度，膝盖太往前的话，压力都在膝盖上面。那呼吸要调整好哦，不要憋气，不要憋气。一样是撑着的，就有点像青蛙的动作。另外一个人从上面跳过去，对对。另外一个人做 squat 的动作，拉着。然后你要做的是稍微往前冲，再往前跑。好，来休息休息，慢慢回来，慢慢回来。转的时候你要感觉是用腹部核心去把它 hold 住，然后往外，然后再跑回来，再往外，然后往上，这样这边绷紧，这边绷紧。办吧，如果没有人跟我一起，没有人揪，就不会想要去运动。最主要是他可以在家运动，我觉得这蛮有趣的。因为平常我们练习的时候都是在运动场或者是健身房，就地取材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原来在家也可以做这么多运动，因为之前在家都只会看那个跳有氧 One More Two More。我希望我可以拉着他一起，就是每周三次固定的运动。我尽量把时间控下来。所以今天的运动蛮充实的、啊，真的有学到很多一些运动的技巧，很亲切，每个动作都是非常仔细的教你，那你也会很快的就上手学起来。比较内敛，比较不浮夸的教练，不喜欢浮夸。